吃，只是做第二点才要涉及到吃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进围裙的，是不是？我也是。就把这第一次围裙 look 送给济南的朋友，开心吧？济南的这个鲁菜也是很有名的，所以在这边尝试一下美食的挑战，我觉得很 OK。来，陈荣，想帮粉红已经发呆，粉红要把围裙撕上。来，再擦一下汗，粉红一直在飙汗，我说你有啊？能不能把围裙系上，这样可以保护一下衣服不会被弄脏，对吧？不系是不是 ？OK。Justin， 你这围裙系的。